肿乳可能产生的副作用：一、胸部、侧背部、腋下肿胀，于轻微正常现象，通常会在一两周后缓解；二、少数者会有荚膜挛缩，造成胸部变硬或溢乳漏裂的情形，不过几率极低。再者，溢乳内的材质对人体无害，即使漏裂也不需要过于担心，但还是务必及早回诊。